跑得快，一炮吸血能力超强，兄弟，又如何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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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我操！真没办法，这两个大坦克黏着我，好烦。被他们复仇成功了，这两个人就跟老虎看到羔羊一样。一炮，不好意思，两炮没了，哈哈哈哈，两个平 A 没了，这一直被我两个平 A 打死了，他醉了。一炮，两炮，一炮两炮就打你，一炮两炮三炮四炮，哟，这侦缉者还没出发就差一个平 A， 我被他咬死了。哎，哟，神头鬼脸，神头鬼脸，什么叫血铁如泥处决如泥。哎呀，可能闪现我没办法。昨天说再也不玩男枪了，今天又玩。昨天是说昨天嘛，昨天一天再也不玩男枪了。哎，今天嘛，对吧？今天是新的一天了。哎，盆战，嘿嘿嘿嘿嘿嘿，身材如炸，哈哈哈哈。屏障勾到我又如何？哎，我有金身，你搞啊？你搞得过我吗？我操！哎，兄弟，坏了，我膨胀了，我膨胀了。我当然知道呀，我早就看到金身过来，跟他们一起过来的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对吧？对面人的位置分布，我跟你讲，我都很清楚。只是我浪不浪，明显刚才就不浪了，因为我杀完人还想再杀，你知道吧，给了对面机会。你膨胀，你打我，你想得起来搞你的，你想得起来的，你的你膨胀，你膨胀，没人管我吗？操，都在干什么？你怎么跟剑圣打呀？剑圣战撸多狠啊！你跟剑圣战撸，捞的嘛都不谈了。哎，他砍到塔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们能不能不捞了？哎，能不能不就是把龙打一打啊？能不能不捞了？再捞真的赢不了了。求帮忙！来，我就杀他 AD， 我也不出来。你们哟，这都能空啊！我操，坏了！就我杀人书啊，空了！我这怎么空的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！我不在，没控制，剑圣来把你们全部带走啊！把你们全部带走，回家补一波啊！补一波，没有。六级的伊利斯，我操，这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？哎，哎，这很奇怪啊，不可能这里放眼的呀，哼，我没懂，这波死的真的有点没懂，莫名其妙的。哎，好，没塔 ，A 塔，哎，不要出 EQ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你还想逆天不？逆天，你还会逆天啊？不存在的。我操，没有旗子，我吐了。我这个蓝不够。哎呀，我先闪就好了。我没舍得交闪。这个死的有点意外。我在放一的时候 Q 没好啊，不是 Q 没蓝。蓝差了一点点，就是一点，我闪完这个蓝就好了。因为这个蓝量我大概扫了一眼是够放 EQ 的，谁知道就差了一点。好，没抽到，舒服，赚了。
你带的是我叫啥？哦，这个英雄伤害好高哦，我没交闪。大有点燃，我靠！攀了我，打呀，继续，哎，继续打，没事，继续打。都得给我死的，输了。这个来的虽然晚了一点啊，但是问题不大。暂时不知道，我们等会入侵一下。知道了。哦，圣母太保子，这个对于一个打野来讲，真的影响太大了。可能你会觉得就耽误了一点时间，但是在高手的眼里，那就等于阵亡了一次。敢冲塔，我靠，哪里来的陨翅？这个人我操，为什么往回闪？我不懂啊。他按错了吧？他是不是按错了呀？没有任何理由往回闪的呀。他这么怕我吗？我的威慑力这么大吗？我不是犹豫了，我在等他往前上一点，因为我要闪现虚空突刺吸血，就把他秒了，知道吧？他这波往回闪，他真的是肯定是失误，这没有理由的，不符合逻辑的闪现，你懂吗？他可能是慌了，或者说我的威慑力太大了，吓到他了。孤立无援，不好意思，咋就值100多块钱？没关系，他打不过我。想好了再上，我只能给你一句话，叫想好了再上。耶，他怎么吹风？他攒了两层了。哎呀，我搞错了，我以为他一层，我看出没看到，小兵挡住了。吃完这波回家了，轮胎。你不怕死吗？哎，这个人是真的捞，说实话，他也不管我是不是勾引，要吃多少次亏你才能懂这个道理。这把就让他懂这个道理。勾引之。轮胎，嗯，杰来了，杰怎么来了？我以为是盲僧，盲僧来了。啊哈，花池，花池都得死，哈哈，都得死。我拍 WA 轮胎印度飞饼该惹起飞，坏了。哎，不过还好我没出上一出。啊，劫没用的，劫刮皮，劫到后面就刮皮，一个手把他捏死的。哎，把他没了。啊？
我倒还差一点，他们看不到我，我倒好了。出场，哎，祝福，嗨，对位，他队友来了，对位，看情况，人拍，打我石头人，你恐怕是，你恐怕对吃他，就激光吃他，很舒服，杀人术混得飞起，我溜了，这波大鸟，八层很好。哎，哎，我被卡住了。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。我惊了。马四三角杀来个人，哎，不来，他们不来，不给我机会。你捞不捞？我真的不想动你，我不想杀你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想血把马四三角杀，你居然冲上来打我。